牛哥说要替天行道，你说新哥我怎么可能，我只能说就不要钱的买卖带上我。哦，这个是我们自制的 Rear Diffuser， Diffuser LSM 牌。那系统内饰了，然后这车就完工了。我们速达一号，哎，就写个一嘛，打个一字嘛，降下来了，你会降吗？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把我们即将给 RX8 装的椅子，这是一张 Sparkle 的 Pro 2000初代版的红黑配色的，现在已经停产了。那么它的颜色呢也能和我们的 RX8 互相呼应，所以说我们选择了它。我们再把滑轨装上去，这样它就变成一个可调的塞椅，以后使用会比较方便。